何猷君奚梦瑶现身迪士尼引争议，三缄其口拒谈何猷帮。近日有媒体拍到奚梦瑶和何猷君在守孝期间现身迪士尼的画面，从而引起网友的争议，其父亲不是刚刚离世吗？这么快就带着妻子现身迪士尼玩耍了。一连串的流程走完之后，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，何猷君在微博公布了求婚成功的消息，收获了网友大量的祝福。自从两人结婚以来，可谓是谣言不断，不少言论就声称两人即将分道扬镳。想想也是不可能，奚梦瑶刚产下长孙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分道扬镳？今日早上就被媒体拍到现身迪士尼的画面，两人一身黑色穿搭，十分低调。此外还有网传奚梦瑶再度怀孕的事实，从画面中看上去奚梦瑶的身材极好，怎么也不像是个孕妇，而且刚生产想想也不可能继续怀孕了。自从何猷君结婚之后，其发型明显变得油腻，整个人看上去都油腻了不少。果然男人结婚之后就变了一个人，现在看上去真的是太真实了。